这可不是洋葱，它是风信子种球。种植球根是每年秋冬必有的仪式，而风信子真的是新手懒人都非常适合的球根花卉。植株低矮整齐，适合种植花园、室内等。水培、盆栽、地栽都可以。水培要求水位离种球保持1至2公分的距离，让根系可以透气呼吸，保证球体干燥，每3至5天换一次水。土壤的话，种球需要浅埋或露出1/3在泥土表面，出芽之前放在阴凉通风处，待花芽长出一致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期待春天不一样的惊喜和快乐。